本产品为轴向磁通一体机，那顾名思义，一体机即为将伺服电机以及伺服驱动器给整合在一起。但我们不仅于此，我们将这两个产品整合在相同的框架以及相同的长度下，也就是说我们在体积不变的情况下来达成高功率密度的 IMD 产品整合。那为什么我们的马达还有额外的体积可以塞下这个驱动器呢？那我们本产品结合两个技术特点，第一为轴向磁通电机，那轴向磁通电机拥有更高的功率密度，也就是说我们在相同的框架下可以节省出更多的空间。那第二，我们采用了 GaN Nitride Base 的控制板，它具有的特色为体积更小，发热量更低，而且的效能更好，这两项技术特点的结合，我们将轴向电机所节省出来的空间导入 GaN Nitride 驱控板，那以此达到高功率密度的 IMD 整合。